另眼看世界，松下 X 八八。观众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呢在这边要非常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录制现场，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要按照惯例来喊一下口号了，口号、想和他见面就在松下手机免费见，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我是来自全程 V 的主持人小峰，大家好，我叫杨洋，大家好，今天的观众非常的热情啊，而且呢我觉得今天来的很多都是非常年轻的朋友，嗯，对吧，看出来了，听着好多都是高中生，对对、其实和我们每次的 V 面对面呢都是非常有渊源的一些朋友、那我们能够每次的成功承办这个活动呢，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的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移动通信公司对我们每次活动大力支持，确实是这样的，那今天呢在场的朋友当中会有一位非常幸运的观众，在我们接下来的有一个环节呢会送出一部松下的手机，哎，所以说呢到时候我们会有利用这个抽奖的方式抽取三位，然后呢还要，不过没有那么简单了，要进行一个小小的游戏环节、看谁能够拿到最终的第一名，他就可以拿走我们的松下手机、不过呢要说一下的是只有在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才有这样一个机会，有三个人可以来比一下、对的，那如果让你来形容这个年轻的朋友，你会用什么样字眼来形容？形容年轻的朋友啊，我想一想，有这个朝阳，啊，太阳，啊，对吧？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还有这个蓓蕾啊，蕾蕾、花蕊，对，花蕊，小了吧？这个花朵。我们小时候总说这个祖国的花朵、是吧？我们都是祖国的花朵。说到这个花朵呢，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同样是一组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呢是我们现在乐坛上绝对是属于生力军的，他们就是花儿乐队，有请。Oh.
谢谢，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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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非常厉害。来来，我们到前面来，四位成员呢，首先来，我们按照惯例来各自自我介绍一下，好吧？介绍一下，那呢，我就是最可爱的大张伟，大家好，大张伟，啊、对对对，我说吧，还挺谦让的，不行，我得说大伙的，哎，你不说你说，我是比他稍微再可爱一点的王文博，王文博，我们的王文博，王文博已经进入世界吉尼斯纪录了啊！怎么说？他是世界上最矮的鼓手。有考证过吗？对，绝对有考证过，有全国免检产品，甚至是一最佳损友。好，我们的贝斯手，我为什么要在他后边说呢？我是最可爱的哦，郭阳，一个比一个可爱，我们贝斯手郭阳。那么最后这一位呢，应该是花儿的新成员，对吧？对对对，他叫石星宇，大家欢迎石星宇，欢迎欢迎欢迎。对对对，哎，好像这个，对，其实说新成员吧，也不算了，因为2001年就在一起，大家一起合作，对吧？嗯，就已经开始了。嗯，他们既然都特可爱，那我就只能不可爱了。只是你比他们稍微新一点点。而且呢，石星宇名是好比好叫，比如他去石家庄就叫石家庄。他去青岛就叫石老人啊，真的吗？对啊，去每个地方都会改名。对对对对对，啊，真的是，哎，我觉得四位真的给我们感觉非常非常的有活力。哎，那每一次演出都是这样吗？都是这样的，因为吧是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因为呢，因为得给大家带来欢乐，就是我们乐队的一个目的。对，嗯，大家听我们看我们演出高兴不高兴啊？高兴吧，对对。而且我看到高兴，我们就高兴。对，而且我觉得看大张伟说话，我也觉得特别高兴，手舞足蹈的。是。这次呢也出了一张新的专辑，对吧？这张专辑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主打歌曲叫做《刚刚好》。对对。哎，这首歌大家有听过吗？哎，这首歌里面好像看到有四位都是非常热辣的在跳那个海带舞，是吧？对。那是谁创造出来的这海带舞？我又是你创的，就是海带，这章鱼啊，章鱼就是这样的。对对。刚刚好，刚刚好，这首歌其实有很多事情都会处于刚刚好的这个地步。对对对，那你们想表达是什么事情刚刚好？来，让郭阳回答一下。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嗯。这可能能说出他们自己现在状态。背上棒一点都不棒。哪儿棒？不应该拍手，我没听明白什么生活态度。就是。嗯，来。咔。咔，嗯，好，开始。就是一种。这就是大家做任何事情有一个界限，有个度，然后在度之内去完成这个事儿。然后你又想坏吧，但是你就不用玩过界了，你就得坏得刚刚好，让别人说不出你什么来。这个就是这歌的意思。这是，哎，掌声鼓一下。我想这也代表了我们花儿乐队的这种对生活的这种态度了。好，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呢，哎，就马上让你们过瘾了，就是我们花儿乐队带给我们的《刚刚好》。
看到乌龟的时候，大家一起挥手，然后第二个姿势是这样的，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大家开始了，谢谢大家。Ooh baby, ooh baby, why say, why say, ooh baby, ooh baby, 我们就快到刚刚好。Ooh baby, ooh baby, why say, why say.请拨打热线或登录相关网站购票，观众将有机会获得上海市伦敦的往返机票。热情狂舞，激情释放 ，Shadow V 风下音乐季。由猫人首席赞助，猫人服饰，性感的，时尚的。随处找乐 ，X300CDV。Panasonic， 我的秀发有了天然小麦蛋白精华的保护，舒蕾小麦蛋白洗发露，深层修护滋养发丝，使秀发修复损伤，柔韧再现。舒蕾小麦蛋白。我不说不动，在思考为什么一开口大家都激动，连唱七七四十九个字不断气，重磅的宣言，金属的光芒。X7 沟通有力量 ，Panasonic。我说了算，因为他无比的魅力，所有人都想靠近，满足幻想，释放激情，让他来摆动你所有的情绪。目前幕后的精彩就在君悦的大荧幕，全新方位，劲爆点，聆听自己的声音，寻找自我的天空，延续想象，让你我说出自己的心情，一同探索新生代的内心世界。劲爆点，年轻发声。把 JPD 到2000，联通至9000加入劲爆联盟。永不愿走进 Oh my
感谢花儿给我们带来那么好听的歌曲，谢谢。好，谢谢。啊，大家看到呢，我的手上已经有了几份礼物。那这份礼物呢，是来自花儿乐队亲笔签名的单曲 CD。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请上三位现场的歌迷朋友上台，和我们的花儿乐队近距离的面对面的接触。来，有哪几位朋友愿意上来？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穿红衣服的女生。大张伟选一位吧。哎，楼上还有。大张伟。楼上还有。穿的。穿绿衣服那个吧，绿衣服有三个穿绿衣服的，就一个。你说穿绿衣服，穿绿衣服戴帽子的，就穿戴。你说你戴绿帽子，那就这样。不戴帽子。说他说穿红裙子那个，他说穿绿。到底哪个？你们统一一下意见啊！一直在蹦的那个啊，在蹦的那，这就是你穿绿衣服和白裤子那个。就绿衣服，刚才就绿衣服。好，来快快快！下面还有一位，已经选了，上来两位了，现在、已经上来了吗？两位，啊、哦，来来来，我们两位到中间来吧。好，那我们这个现在呢，上场已经有两位了，那我们先问这两位吧。首先第一位穿红衣服的这位女生、来自哪里，贵姓？我来自北京，然后我姓李，叫。是我们中国戏剧学院的学生吗？不是。不是，是赶来啊，学护理专业的，将来就是做护士了。哦，好的。那你今天这个看到我们的花儿有什么问题想问他们吗？我觉得他们挺厉害的，那么小出来做音乐，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音乐，但是没有，而且以前我想当过音乐制作人之类的，但是就没有这勇气出来做音乐。干脆去做护士算了。好，那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给他们？你的问题是什么？我想问，今天穿那么累，热不热？还热不热？你看你觉得我热吗？现在？我挺热的，今天。不过现场中这么热情，然后呢，大家一起。对。我想其实你可以给他擦擦汗嘛。对，大张伟，我发觉他可能是听你们歌听多了，你看他讲话一直在抖，热吗？好，上来吧，来来来。好的，终于来了啊。那热吗？真的是很热啊！刚才一边唱还一边蹦的，而且台上有很多灯光，对吧？觉得我们在上面这么热情为大家演出，能换来大家的高兴和你们的兴奋，我们再流再多的汗也是值得的。哦，真好，来。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位歌迷。下一位来自哪里？来自北京，我叫王静怡。王静怡，王静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们吗？是什么信念让他们把音乐坚持到现在？同样这问题回答一下吧，老郭。啥？哎，郭阳说，说那个就是为什么那么长时间大家都那么喜欢你？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喜欢呀？为什么呢？因为团结啊，因为他们喜欢咱们，因为人歌迷好，是不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之所以就是说能够一年之后还有这么多歌迷支持，因为歌迷一直没有遗忘我们。我们最先要感谢歌迷，对。真是会说话。对，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突然明白一道理。啊、哦。歌手老板是歌迷。对，同样今后也要更加的努力。好，那我们第三位，从上面今天要赶过来的，那这位是我们中国戏剧学院的学生吗？都不是啊，来，没关系，没关系。来介绍一下，也是北京的朋友吗？是，我叫刘思思。刘思思，好名字。有什么问题问他们？我想问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就是说他们
如果他们四个人要是有什么不和怎么办呀？哎，就是团队、哎、有意见分歧了怎么办呢？不和找和珅，和珅他就和了。没有不和是吧？嗯，不和就盖上呗。对，我现在决定还是让我们的哎来小诗来说。我们有分歧，大家就做一些讨论呗、嗯、是吧？最后的最后没办法就武力解决，其实最后都输在鸡翅身上了，你知道吗？啊，最后什么全输在鸡翅身上了？输在鸡翅身上是什么意思？怎么回事？就比如说大家都不高兴嘛、嗯、然后说走吧，那一块出去聊聊、嗯、坐在一块吃会儿、嗯、然后我们都四个人都喜欢吃烤鸡翅，烤鸡翅坐在一起，大家都特别就是特别精心的在吃着那鸡翅，然后就互相就是那矛盾自然就解开了、嗯、就是因为王文博为了今后我们这个畜牧业还有这个家禽业的蓬勃发展，对对对对，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吵架了好吗？对，好，这样会有很多只这个小机会。这问题是这样，我们四个最受欢迎的人是王文博，嗯，因为王文博是终结者，嗯，终结者叫什么意思吗？就是最终结账的那个人，终结者。然后他老公结账，所以我们都他把我们都撮合好了。好，反正不管怎么样，他们这个我昨天也和他们聊过，意见有分歧的时候，大家还是以这个商量，看谁最有道理，那就听谁的。好，他们的回答满意吗？都很满意。好，还有一句话，刚才听你们两首新歌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好听，你们一会儿在排行榜上打出好成绩。说的对，这就是群众的呼声。但是我要发这个，好，要给我们的歌迷发一下你送出的礼物啊。对，来自花儿的亲笔签名的单曲 CD。 团队也希望我们来郭阳跟简单拥抱一下吧。好，那真的非常感谢三位热情的歌迷朋友。好了，那接下来同样我们的花儿乐队呢要继续的送歌了。哎，那同样的接下来的一首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呢就是我们专辑的同名歌曲，叫《我是你的罗密欧》。我是你的罗密欧，非常好听一首歌曲，掌声给我们的花儿乐队。You can,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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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人类力量包揽独家尊贵权益。V Club 每周送你十支最新免费铃声，为你最亲爱的人点歌，送你 Channel V 演唱会免费门票，挑战自己的娱乐智商，赢取丰厚奖励。跟 VJ 谈心事，快去报演节目中拿独家 Channel V 奖励。聊天交友，星座运程 ，V 人类天下一家，数不清的权益，拿不完的奖品，你还不动心？发 V 到2000，连通至9000，加入 V 俱乐部，等你共享辉煌。随处找乐 X300 非 DV Panasonic。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风雨欲来的气味，一个秘密计划正在筹备，音乐喜好分子无不交头接耳，音乐 V 霸主独霸全亚洲。音乐 V 霸主就在 Channel V。Okay, ready? Now zoom in. Zoom in. Right, right, right. No, no, sorry. Left, left. Okay, now keep zooming, keep zooming, keep zooming, keep zooming in. Oh,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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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 Pull out, pull out, pull out. Okay, okay. Little bit more. Okay.有说过四位呢，出道的时候年纪都非常的小，最小的时候是哪一位啊？14岁。对，我83年生的我。那那个时候好像只有14岁是吧？对对对。那个时候应该还在完成学业。对对对。那父母肯定那个时候一定会有很大的意见，因为搞乐队要花很大的时间。这就是我父母非常伟大的地方，摄像机在哪儿了？然后我要对着我的父母说一句话，因为我妈我爸，对对对。非常辛苦的就是支持我们，因为就是按一般来说呢，都应该是说让你好好上学，不让你干别的嘛。然后我父母认为吧，大张伟这孩子吧，然后天生就是唱歌的料，他不想和他糟践了，怎么办呀？对对对。然后你说我要上学，我不唱歌了，这么多人喜欢谁去？是不是大家？我决定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要让施星宇来回答。其实作为这个不是对，其实那个新成员，我妈我父母也特别支持我，然后他们今天也来看我们演出了。好，今天小师傅也来，在哪里？在哪儿呢？哦，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我觉得真的是这两位呢，真的是在你刚刚开始的时候给了你很大的鼓励和理解，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份关爱呢，才能让你在这个乐队当中发挥得很好。对吧？对，所以说在这边刚才也已经感谢过自己的父母了，那今后就要用实际行动了。我石星宇的父母也是我们的干爹干妈啊。是吗？那你用什么话要跟干爹干妈说了？来，对干爹说两句话。干爹谢谢你们，要谢谢你和干妈一直对我们乐队的支持。然后再次感谢干爹做的菜非常好吃。好，还有吗？有一阵一定去。有一阵我们的排练室就是在石星宇他们家，然后我们的干爹干妈腾出一间房子来让我们排练，还专门给王文博一间房子让他练鼓，赶快。真的？那石星宇住哪儿？啊？他住他们家。睡厕所了，我已经。对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唱歌了。那接下来这首歌，下边是创用。红灯。对，下面是爱你是错，也是我们是错，我们新专辑的一首歌。对，好，继续掌声给花儿乐队。对，谢谢。眼中好像透明，爱我也可以，不爱我也没关系。出问题，总选择相信你，可答案说明，你只在乎你自己。禁不住哭泣，哭呀回忆，就在这时我已决定。
许只是谁的代替，利用我爱你，反复伤害我的心。如果让时光回到曾经，我情愿和你那一刻没有相遇，禁不住哭泣，哭呀会就在这时，我已决定。So love rain, love rain, no， 爱你是所曾将不愿拒绝。Oh no， love rain, love rain, no。Oh, oh, oh, oh.
八戒、李靖、王猛、子曰、马文、张震岳。巨星旋风横扫天下，8月20、21日，上海金山海滩沙滩排球场。购票及旅游咨询，请拨打热线或登录相关网站。购票观众将有机会获得上海至伦敦的往返机票。热情狂舞，激情释放 ，Channel V 初夏音乐季。由猫人首席赞助，猫人服饰，性感的，时尚的。我不说不动，在思考为什么一开口大家都激动，连唱七七四十九个字语断气，重磅的宣言，金属的光。XCC 沟通有力量 ，Panasonic， 我说了算。穿梭在你最爱的音乐国度，目击华语歌坛的风起云涌。想亲眼目击华语歌坛的风起云涌，感受发烧音乐挑战你的耳膜强度，崭新的音乐标榜 CC 兄弟将带您来到我们的 Open Studio， 跟凌晨一块来倒数标榜。同时我们的音乐标榜呢，也在每周六晚上的8点，在我们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呢头部为您揭晓。华语音乐的风云时代，中国的 Billboard 音乐标榜，要你就跟上来。好，接下来呢，这个环节相信大家已经等待很久了，因为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说过，将有一部松下手机送给现场的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同样呢，我们真的要感谢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移动通信公司对我们这次活动的支持。哎，那接下来呢，要请花儿乐队的成员为我们抽取三位幸运的观众。哎，这一次就看谁运气了。大家进来的时候都贴了一个号码牌，那么看看他们能够抽出谁啊？上面都有写有你们的名字，里面有很多张，然后呢，来念一下。这是一个男生，31岁男士。啊。张元桥，张元桥先生哪一位？啊，在后面是先生啊，好，赶快上来。好，来有请来到台上。好，也要感谢大张伟为我们抽出第一位幸运观众，来王文博。好，来，文博再来抽取一位。这么幸运。第二位。嗯，是好多朋友啊，看看你会把幸运送给谁。王文博，往里点。仔细找。下面一点，嗯，对。你看他们有人。王文博可比较矮。好，更不着。来，这人字儿，这是位男士。王文博，你文化水平那么低，也不认识字儿啊？这是一个15岁的男孩，叫什么木南是吧？前面没有看清楚那个姓。啊，好，木南。哎，你叫什么？你姓什么？啊，姓桑是吧？桑木南。看有人说底下啊，来。终于女生了，那个是女生，15岁的女生叫王小倩是吧？王小希，应该是念倩，王小倩。好，有请15岁的女孩来。好了，那这三位呢，我们先在舞台中间站一下，非常幸运啊。好了，来我们的三位幸运的朋友啊，嗯。好，来我们往后站点。来站到中间，一定要让我们大家好好认识一下。那今天真的非常的幸运，哎，那么多的朋友当中呢，抽出了三位，非常幸运。哎，同样的，接下来这部手机呢已经在我的手上了。那获得这部手机呢，还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对。那要经过一个小小的考试，这个考试是什么呢？这个考试。听过花儿刚才唱了那么多的歌曲，以前有听过花儿乐队唱的歌吗？听过，都听过啊。都会唱吗？会唱吗？啊，会吗？你会唱吗？桑木南会唱吗？那手机归我了。那这样吧，这样，贾张伟，你找一个就是稍微旋律他们容易学一点的，然后呢你示范两句，然后让他们学一遍，好不好？然后他们谁学唱的好，谁就拿走这部松下的 G51。找你们一段，找其中的一段旋律啊，什么很好听，也很容易学的。唱静止，好，静止当中的有一段。好的，大家仔细听啊，一小段，一小段是吧？对，一小段，教给他们好学一点的。大家是不是会唱？对啊，咱们一起教他们吧。好，来，赶快，预备，开始啊！寂寞围绕着电视，摔死电视，在2点半消失。好好，就这儿，就这一句就可以了。
再反复一遍、啊、再反复一遍，你们要听清旋律，然后呢歌词如果不明白的话你们可以现场发挥。对，没问题。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多好，就到这儿就行了。好了、嗯、好吗？来学一下。我觉得呢现场发挥是考验这个每一位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啦。那接下来呢我们这样吧，从先抽上来的这一位先生开始、啊、好吧。哎，我想你年纪比他们大，应该这个经验应该比他们多一点。没有，看看就好了。预备，来。寂寞围绕着上床寂寞摇滚电视，哎，两点半小时。好了，那我们来，我们来女生。第二位应该是这个小男生。好、啊，来，张木楠。好。寂寞围绕着电视，在亮。我再唱一遍。没关系，后面的歌词自己编。寂寞围绕着电视，在两点半消失。越唱越没底。你消失就消失，你看杨洋干嘛？看我干嘛？消失。他唱的特别像外星人唱的，或者跟广西人哇啦啦啦啦啦啦。但不管怎么样，好像这个歌词和旋律也还算可以。差不多，来，好，那最后这位女生了，加油。寂寞围绕着天使，在两点半消失。我觉得这三位呢，其实我感觉啊，好像都唱的差不多。差不多。我们让下面的观众来评判一下，这部手机归谁？我们用掌声给你、啊。我们听一下大家谁的掌声。我们那个对。强烈好不好？来，掌声最多的那位呢今天就获得第一名，好吧。好，来、嗯、首先我们第一位这个31岁的先生，有没有掌声？哎呀不错啊，成绩很好，压力很大了。张木楠，杨洋，我跟你说、啊、尊老爱幼在我们中国还的确是一个美德，我跟你说。好，来，接下来来，那我们看看这个小弟弟、啊、小胖墩，来来拉拉票，张木楠现场拉票，谢谢大家。你还满意吗？满意。满意。好，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女生。接下来我们的女生需要拉票吗？不用。好，不用拉票、嗯、我们的第三位、那这三位到底谁是第一名呢？谁能唱得更好一点？对，听，哎，你们四位听下来，三位哪一位的掌声最多？这种我觉得吧，就让他评判。我觉得掌声要掌声最乐最多的是这个桑木兰，是吧？嗯、啊。桑木兰。好，来，既然你看小师哥哥那么给你面子啊，而且呢、嗯，你别抖，你不要抖，好，不要抖，静止，不要抖。哎，他抖得越来越厉害，他抖得越来越厉害。跟他们一块比赛，然后呢你拿到了一个冠军，那接下来你将获得松下手机送出的这部手机。喜欢吗？我相信你现在一定是很开心的，对吧？嗯，不要懂啊。那接下来这样好吧，把你的心情我们用刚才的这个旋律唱给大家听一下。刚才那几个旋律你还记得吗？他现在不懂，记住一句就行。你就唱我这儿很高兴。哒哒哒哒哒哒，现在的心情。我真的很高兴。后面还有一句，谢谢大家支持。说唱啊你，我真的很高兴，谢谢大家支持。被泡泡出来。好，那同样的，我们今天这一个桑木楠小朋友呢，就获得由松下手机送出的151手机一部，恭喜。好，要不要跟他们握手一下？其他的两位啊，也同样的有。不要抖。来，哎，要不要给小师哥哥也握个手？是他说你第一名的。谢谢。哎，好，那接下来我知道石英宇为什么选他了。那两位同样也要同样有获得由花儿送出的亲笔签名的单曲 CD。好的，恭喜你们，谢谢。Adele 爱戴，记得收看我主持的 VIP。
随处找乐 X300 CDV Panasonic。在思考为什么一开口大家都激动，连唱七七四十九个字语断气，重磅的宣言，金属的光，XGG沟通有力量 ，Panasonic， 我说了算。夜难眠，听老歌，4:15 RPM，午夜12:30。我是张洪亮，这个世界如果没有音乐的话会变成怎么样呢？我大概可以想象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东西被压扁成为两度空间，你想想看生活会多么的平淡，多么的平板无聊。哎呀，那好了，那刚才呢，我们只是听到了小小的一段啊，大张伟给我们唱了一个静止，接下来好好的给我们演绎一下。对，相信大家已经等待这首歌等待了很久了，那接下来呢，要尽全力给大家唱好这首好听的歌曲，静止，掌声给我们的花乐队。对，我等会儿主持人，我能有要求，刚才那个三个人他不会唱，能请三个人会唱的跟我一块唱吗？要请三个一块上，他会唱吗？对。好，我来看一下由谁会唱，静止，上了。有谁会唱？真的会唱吗？啊，这一位、啊，这一位带领带的，哎，这一位的领带跟你一样哎，来，赶快上来，赶快上来。好，那一位，再有一位。好，三位朋友啊。这个女生，好。好的，来吧。好，一人发动话筒。那来，我把话筒给他们好了。哇，你看这个歌迷还准备了花哎。好，哎，这根领带是特意做的吗？这根领带是特意做的吗？因为我看到张伟最近出来宣传穿的衣服都是这个，都带这个领带，所以今天特意带个黑色领带配合一下。好，谢，配合一下，谢。来吧，你还有话要说？对，我想解释一下这束花，可以吗，张伟？来，这束花是一束干花，然后选这干花是因为，取它这个花开不败的这个意思，然后还有这个后面的这个麦子。然后这个叫大麦，然后就是祝这个《我是你的罗密欧》这张专辑大卖。哦，是有含义的，谢。哎，你把花放我腿上干嘛？大张伟，你这样拿着它啊。好了，那我们三位的现场的歌迷呢，应该来一人拿一个话筒，好吧？那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台上的可以男女搭配的花乐队。那下面一首献给静止，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大家一起鼓掌。
的时间已静止，我问一个人的生活有多坚持啊。非常感谢大家，同样送出花儿的 CD 一人一张。好，谢谢，再次感谢大家。今天花儿乐队带给大家的演出精彩不精彩？好，也希望呢在今后日子里面呢可以有更多的朋友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花儿乐队，也希望大家可以带出多多的这个好的作品给大家，好不好？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新专辑《我是你的罗米》